哥伦比亚国防部长古雷亚圣将今天上午10:30拜会了国防部长高奎元。高部长先以大寿银徽勋章一座赠给了古雷亚上将，同时古雷亚上将也以圣卡洛斯大寿最高文职勋章一座赠给了高部长。在古雷亚部长拜会高部长之前，还拜会了参谋总长赖明昌上将，并且以圣安东尼纳米洛功勋大寿勋章一座赠给了赖总长，以酬谢赖总长对于中哥两国军事合作上所做的贡献。